来吗？是啊，娘娘问你，你笑什么来了？娘娘，真没想到，这堂堂皇宫之内也不乏指鹿为马之人呐、啊！哎呀，王悠悠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。娘娘，古人云：“是是非非为知至，非是是非为知愚。”你我读的是圣贤之书，何须言不由衷啊？我也听说这是是非非乃立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祸国之源。你既晓此道理，今天当着众人，你就给本侯一句实话，这双脚到底是大还是小？娘娘的凤脚，哎呦，打！你敢当着众人说我的脚大？娘娘，方才你不是说是是非非乃立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祸国之源吗？这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这大就是大。你大胆！难道你就不怕本侯问罪吗？娘娘，即便问罪，小民也要如同拖地失言相告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小而言之，为的是实话实说，无愧于心；大而言之，为的是大明的江山社稷。下去，娘娘容走。自古道，虚言必诈，危言祸国。今日虽然说的是娘娘之凤脚，但也有是是非非，非是是非之辩。有道是：君好我好，必有所谋；君误我误，必有所求。此凤若长，势必危言日盛，是非颠倒，长此以往，岂不是鹿可喂马，犬可喂羊了吗？倘若真是那样，亲自引白马速驹，奉行相汉的牵扯，就要后来之覆辙了。说得好，说得真假虚实，与是非妄用他。